我说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欧洲人了，然后来中国又当留子学是不是啊？你别说了，这叫留学上瘾。闭嘴。怎么着吧，你还想打谁？张小雨，张小雨，你大爷，冲着你们家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？你是谁呀？你代表谁呀？找你干嘛来？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，验伤，在班级里找证人，看看是谁先惹的事，谁先拿椅子砸的人。张小雨的亲妈已经去世了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现在家里就是我说了算。你们是嫌我年轻不懂事儿是吗？我是什么都不懂，但我懂一样，我是张小雨的妈，他是我儿子，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。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你还说是为了我？好啊，张亮珠，你终于把你实话说出来了吧？啊，你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你自己，你为了你自己的面子，你自私。